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全国投资人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趋势指标，我是启发投顾先生。台北股市今天受到今天晚上那英国的一个所谓的脱欧的公投的影响，今天呢跌39点，但是量缩到591亿。好，那我们先从量价来谈啊。近期来到这边量都是七八百亿，请各位注意，量小不可能做头，所以他告诉你，它还会持续在涨，听得懂哈？所以压回要占买方。那第二个，很多人就疑虑对这个英国脱欧的一个所谓的状况很疑虑，就会怕。那当然，英国是一个全世界第五大的一个所谓经济体，所以对整个全球股市它是有影响的，所以大家会怕，就大部分人就说啊，这个如果它一脱欧的话，可能会有金融风暴或什么。但是我跟各位讲，他不会脱欧，从哪几个地方可以看出来？这经验技术，等一下我教各位，好，我会教各位为什么他不会，英国不会脱欧的问题，在技术形态上出现什么，我会跟各位谈，这都看盘技巧。好 ，OK， 那等一下会谈啊。那我们现在谈谈短线上，昨天怎么跟各位讲的哈？6月22日跟各位讲，6月23号。我说正对收向上在这里，双关价的上限在这里，正对收向下在这里，破三关价的向限在这里。所以6月22号讲6月23号，多底是在8650，空底是在875。那今天最低只杀到8662，那最高只到8711。那一开盘我就去做调整出来，低档就是在8662。高档就8713，好，那这什么地方可以学得到？什么地方可以学得到？昨天事先预算今天的加权，当然你可以算加权，你就可以算台指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一样的，这拿这种特殊的技术分析可以调整的，哪里可以学得到？明天晚上6月24号礼拜晚上在台北。6月25号礼拜六早上在高雄，礼拜晚上6月24号礼拜晚上在台北，6月25号礼拜六早上在高雄。好，我会告诉你如何事先预算隔日要涨或要跌。那你到我免费技术班，我会告诉你如何去做调整。如何做调整？节目上你看到我这样，电脑这样打来打去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你不知道怎么算的，没关系，带着你计算机，你会学得到。好，就比来讲，来，这是其中一招哦，哎，不是每一招都这么用哦。来，今天开盘是这根 K 棒9:05，这根内困黑 K 哦，昨天后尾盘带一根长红 K 棒。好，我只看到开盘，对不对？那内困黑 K 没有带量，那他告诉你。哦，原来今天一开盘没多久可能会看到高档，我没看到后面。好 ，OK。哦，原来今天的高点，加权的高点是8713，今高点是8711，一开盘这里就出现了，开盘8706，最高8711。好，那我们从这一段算出这一根 K 棒开盘内困黑 K， 那你就算出来哦，原来高点是8713，差距不会很大。那低点它会杀到哪里？8662。各位同学看一下，这边就是8662。那杀到这边，如果你是学传统技术分析，那这一根 K 棒叫做。这一根 K 棒叫破线，那破线你下一根 K 棒你会做放空，你刚好空在地板。那你如果学到技术分析，这里是买点，那我根本不用看到，我只有开盘我就算到这边是低点，事先把它算出来。但是你学传统技术分析，这一根 K 棒是破这个低点，破线，那你多单停损反手在这里做放空，你被嘎上来。
那你学到技术分析就是这样，你一开盘就知道内困黑 K， 黑 K， 内困黑 K， 而就告诉你高点不会很多，高点在这里。那今天最高点就这个点嘛，8711嘛，这一根的 K 棒的高点是8711嘛，这一根这里也告诉你的，那你这样就懂得怎么去抓。了解吗？一般做指数的投资朋友，他是看到涨他会去追，看到跌他会去砍。我讲这样有没有讲到你心坎里？对，哎，我有带棋子哦，所以昨天最后一盘拉升上来，很多人就做流仓的动作。长红 K 棒不买可惜，买了你就知道可惜。今天一开盘就这样，那我们事先做预算，当下你就看到开盘就知道高点是这里，今天最高就8711。差两点，低档8662，一点都不差。你要学的这种技术分析，而不是你看到很多人事后才告诉各位。那我如果不调整呢？起码我告诉你，这边是低档。22号告诉你23号嘛，对不对？那一开盘你就清口啊，阴刀嘿呀，清口啊，阴短呀，就清澈。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那我有带棋子，但是不能哦。你也讲说啊，老师您就预告棋子就好了。我跟你讲，金管会规定不能预告棋子，只能预告加权，了解吗？好，那我在节目上我也不跟各位讲我期货多厉害多厉害，我只告诉你如何事先算到高点跟低点。那这样对你有没有帮助？有，有，因为你如果做指数的部分。你是见涨追，见跌砍，你绝对三走四唔丢，十走高停损，而且做得越久，赔得越多。所以你要不要学？要啊！哎，我因为教，我愿意要教你，你就必须要来。哦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但是有白吃的老师会愿意教人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输得很惨，做指数的部分输得很惨。那你到我免费技术班，其实基本上你最少可以知道明天的高点跟低点在什么地方。那对你有没有帮助？有啊，你就不会见涨追，见跌砍啊，你最少不会赔钱啊。那如果再精进一点，那你就可以赚钱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说，教授隔日指数要涨或要跌跟点数，好，怎么事先做预算，怎么事后做调整？高档8713，今天871，低档。8662，那我这边算8662，一点都不差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明天怎么算？事先做预算，6月23号讲6月24号，正对收向上在这里，三关价的上关在这里，正对收向下在这里，破双关价的下限在这里，这边都8720级，8720级，所以明天的空底区是8725，那这边都8630级，8630级，那明天的多底区都在这里。那我这个会算出来，这不是事后算的，是事先算的。今天6月23号，我浪时无让你逐天拢跟讲规定，规定工诶，隔日的。所以，投顾老师有没有料，你就靠看这个。你完全没有概念，你根本没有办法做预算啊。那你到我免费技术班来，我可以教你啊，我可以教你棋子哦，来。比如讲，这加权的部分，今天在这里，我会告诉你双关价怎么算，再把它放大一点。今天在这里，对不对？那我已经算到明天了，今天在这里啊，6月23号我已经算到明天的双关价，那是双关价，哎，老师，啊，你说。破双关价的下限在这里，但是你这双关价是8650，哎，这里面当然有蹊跷啊。好 ，OK， 再来看，这叫做三关价。明天三关价的三关在这里，这怎么算呢？带着你的计算机到免费技术班来，我告诉你如何事先做预算，如何事先做预算。6月23号讲6月24号，所以现在很多投资者很聪明的哈。啊，一个老师讲那么多，事后告诉你他多厉害都没有用，你只要记住，他有办法事先做预告，才代表他肚子里面有料，
肚子里面有料。那如果是事后，你自己来讲就好了，你自己就上台来讲就好了。回家鬼在蹦鼻啊，事前猪一样，事后每个都嘛诸葛亮。但是我可以事先预算，当下一开盘我就调整。那你说要不要学？对你有没有帮助？有哈，好。所以做你有做棋，像棋子一天的口数都是七八万，少的话七八万，多的话十几万啊。那我有带棋子，但是我从来不会在节目上面讲绩效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很多投资朋友看到那个讲棋子绩效，哇，他刚刚大赚几两百点，马上转台，因为这些投资人比较聪明，投资人根本就知道，哦，原来这是在骗人，每天都对，每天都赚一两百点，啊，他就是富比王永庆啊。但是我跟各位讲，郭先生事先做预算，我的棋子操作的胜率大概八到九成，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简单。那你说哪里可以学得到？可以啊，带着计算机到免费技术班啊。我告诉你，行到文珠宫有来有波比，探钱搁兼学技术哈，如何个股低买高卖，还有教授隔日要涨或要跌跟点数，甚至哎。你学得不错，我要告诉你如何事先做，如何看到一开盘就做调整，还有传统技术分析的盲点。就比较讲，今天在这里破线，如果你学传统技术分析，这里是不是破线？五分 K 这一根是不是破线？破这个点嘛，破线你空啊，我算出这里是买点，怎么差那么多？然后呢，昨天带量，昨天最后一盘带量过前高，你多单留仓。因为你看到带量过前高要买，然后我算出今天一开盘就是这个高点，然后这边低点我完全不用看到后面，由这一段算的啊。这功夫怎么来的？哦，你要带计算机来。就比讲股价在这里， K 线在这里，我可以算出空底，股价在这里算出空底，股价在这里算出空底。怎么算？股价在这里算出多头抵抗，多头抵抗一定是在低档。股价在这里算出多头抵抗，多头抵抗一定是在低档，空头抵抗一定是在高档，都点豆桃灯。啊，你可以算出未来的高点跟低点，第一有没有成就感？有。第二个能不能赚钱？有。第三个会不会摒除到你以前追涨杀跌，杀走戏唔丢，十走高停顺，做如故你的输如贼。那要不要学？那就随便你喽。很多人在学哦，因为什么？输惊啦！他刚请美国西装，美国西装大输啊！你要不要学？要啊！那会不会很多人来学？废话，当然，因为很多人被骗怕了。那另外，投资朋友也有个疑虑：老师你要搞，你家的去做头，那都要输要在电视顶上拍滚美国油。但是你注意看哦，我都事先预告，我就怕投资朋友做错了才事先预算嘛。第二个，我就是怕你不会，我才要免费的每个礼拜开免费技术班教投资朋友。我的心态跟其他投顾老师心态不一样，其他投顾老师就是在 A 钱骗钱，那我是想要教一般的投资朋友，因为我看到周遭的人太多人做错，赔了很多。你不要说我是佛心来的，我只是想要看到很多人输得很惨，我只是想要让他们知道少赔，或是开始做赚钱的动作。听得懂我意思吗？我不需要在电视顶头拍滚卖膏药，听好这个意思啊。我只是想要救一些人而已，就这么简单。好，那想要去免费技术班的，注意广告中时段的电话，好，要尽早报名，座位有限，你太晚报名了没有位置哦。尤其哦，这一次高雄我已经大概两个月没有去高雄了，你要把握这个良机，你可不可以学得到？你只要带计算机来，我就教你教到会。我说到做到，我不会食言，但是你必须要。有来，你有来，我才可以救到你，我才可以教你。你没来，你就继续的沉沦，每天继续输，就这么简单。好，注意广告中时段电话。那么先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回到现场再跟各位继续谈。
机上盒免费优惠哦。数位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。好，我教各位的特殊技术分析都事先做预算了，那你到我免费技术班来学，秘技大公开，外面绝对学不到，只有我教你才有，外面没有这种技术分析。6月24号礼拜晚上在台北，6月25号礼拜六在高雄，免费技术班2个小时，我会教你很多。如果事先预算隔日加权要涨或要跌，甚至你表现得好，我告诉你如果去做调整，还有个股低买高卖的秘籍，还有超准确的波段行情规划，还有传统技术分析的盲点。如果你学传统技术分析学得越久，你会赔得越多，但是我来教你盲点在什么地方。好，想要赚钱学技术的，速拨02389-8689，02389-8689。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，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？始发投顾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，发现财富的钥匙，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。咨询专线02-2389-8689，02-2389-8689。股海茫茫，千变万化，多空趋势如何掌握？其实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。启发投顾卓越理财团队，整合优势资源，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，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。最好的选择永远只有一个，启发投顾，02-2389-8689，02-2389-8689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。头痛，请用五分钟；嘴气疼，请用气疼五分钟。五分钟，不好。好，欢迎回到现场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谈哈，我们现在谈哈。来，我刚才讲过，英国应该是留欧，脱欧派没有成功，他会留欧。从哪几个地方看哈？来，来，这是英镑 ，GBP 哦，英镑哈，刚才都跑过去了，这是英镑，好，英镑对美元。那前几天是呈现贬值，好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以美金做计价，那美金在涨就代表英镑在跌。但是你注意看哦，今天是这样，那我把它转到五分线，五分线呢，从开盘是在这里，这五分 K， 23号，你看呢，在尾盘这里，英镑开始在做升值的动作，这不叫做英镑跌，这叫做美元跌，英镑在做升值，因为它是在低，低是升值，听得懂吗？好，第二个，再看一下什么东西，要看一下时报金融指数，来，时报金融指数下午开盘嘛哈，来，你注意看哦，这昨天6月22、6月23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时候大概美啊，欧股大概在开盘，它是涨还是跌？你们看到涨38点，在投票前夕，英镑升值，对美金是跌嘛，所以英镑是升值，对不对？我刚刚解释过了。第二个，时报金融指数在涨。第三个，看一下这个，来看一下美股的期货盘。现在是我们看下午3点35分，小道琼期
涨91点。在英国脱欧的公投之前，美股的期货盘涨，然后呢，它的英镑是呈现升值，然后法兰克福，哎，时报金融，就伦敦的时报金融，指数在开盘前，在公投之前是涨的，那你说是留欧还是脱？想就知道留欧，所以今天压回来，你是不是要站在买方？所以今天压回，我跟你讲啊，我习惯就是压回买。今天宏达电压回继续买 ，TBK 今天跌是又是一个什么买点？联发科这跌，它是一个是买点，对不对？好 ，OK， 那看一下昨天告诉你的自身连续涨了以后，今天哦，今天小跌，那自身6月20号的时候告诉你这里要买，6月20号。告诉你这里要买，那事先算出来这里没看到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由这一段算出来嘛，这一段算出来就是我跟各位讲嘛，股价出来算出它的一个说的多头抵抗啊，股价出来啊，算出它的多头抵抗就在这里啊，啊这附近就是一个说的买点啊。那看一下今天的4915，自身在什么地方？啊，一模没什么两样，没有哈，对一下，看我给你骗吗？有没有看到，一模没什么两样，这一根 K 棒，蜻蜓黑 K， 昨天涨，前大前天涨停板，昨天涨，今天震荡，这叫自身。那它是在高点低点，它在相对低，它没有过。好，同样再来看这一档，也就是说，老师呢每天你都讲那什么。联发科啦 ，TPK 啦，啊，宏达电啦，还有凯盛，啊，你不讲点别的？我说这是短打股嘛，来，这档股票，来，6月20号、21号的时候告诉你，对，啊，看，我们看一下它现在在哪里，6月21号，来，这里，然后呢？我把它缩小一点哈，这里，然后一根长红，昨天盘整，今天在过高，那它是在相对低档，那为什么这里是一个所谓的买点？因为跌下来这边是多底区，所以我跟各位讲，个股如何低买，那未来高点我就会卖，我就会卖，哎，做股票就这样子做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同样的哈，来。波段行情规划怎么算？来，我之前就跟各位讲过哈，我用台股来加权，好 ，OK， 前面就不要谈，当股价在这一段这边。是多少？8840。我由这一段算，8840，这7627我这边算7840哈，这不用谈了哈。这8840，我告诉你，如果跌到8090，来到这个点破线，一定有很多人告诉你不能买。我告诉你，这里是买点。事先讲的，到7999带下影线，然后来到这边。我没看到，又由这一段算出它绝对会到88823。我没看到后面呢、啊，这一根是所谓的沙多 K 啊，沙多 K 啊，然后这前低啊，然后告诉你会到882324，结果这波段的哦，就这里涨到8775，8754，对不对？差距大概70几点。那来到这边，我是要跟各位讲，如果回来8466，你要站在买方8754跌到8466，你要站在买方。郭先生都事先讲的，我没有事后哦。这就是我在教你的8466，就是最低84，多少？8476，跌到这边，所有人看不好，我又在这里告诉你，它未来会涨到哪里？
我跟各位讲哈，技术分析就是这样，果确知道怎么去算，知道它点位在什么地方，而且非常明确。我都跟各位讲，这边是八四七六，我算八四六六上来，我都告诉你这里会来，有数字的。你把技术线型转化为数字，而不是看 K 线啊，看道氏形态学，看波浪，或是看一般的所谓技术指标，那个都是落后。那当然，我用这样子算，绝对不是只有一种技术分析。好，所以我都告诉各位，这个低点这里算出来，这个高点这里算出来，这个低点这里算出来，这个高点，这个高点这里算出来，这个低点这里算出来。那这低点上去，我就知道会到这边。听得懂的请举手。如果我讲的你听不懂，那你真的要到免费技术班来。所以我等一下讲，探钱学技术的，找我；探着博价，请你找别人。需要帮忙想赚钱学技术的，最广告中时代电话。祝各位明天操盘顺利。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是有无限可能，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，数位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。 秘技大公开啊，要来学完全免费，6/24礼拜五晚上在台北，6/25礼拜六在早上。好，今天到文珠公来保庇哈，带着计算机来探情够兼偶秘技，只要你有问我就必答，未来我会把你教成变高手，2个小时。好，速播0238986890239898689，尽早报名。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，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？许发夫妇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，发现财富的钥匙，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。咨询热线02-2389-8689，02-2389-8689。股海茫茫，千变万化。多空趋势如何掌握？其实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。启发投顾卓越理财团队，整合优势资源，以领先实力。